我们是吴雨熙的家属。这是吴雨熙小姐的电话。没错，是我妈妈的手表。这只手表有录音的功能。姐，双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双金跟雪儿是双胞胎。你们是谁？你们不要靠近我，不要过来。拜托你醒过来，我一定要把你救活。悠然，你终于醒了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拜托你把秀莲小姐带来。好像看到她动了一下。她是不是恢复意识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 ，New Derma 海神霜 Penthouse 上流社会。